我的很大，你忍一下。这句话曾经风靡了网络，这说的是什么呀？相信大家懂的都懂，那比大更让女人上瘾的是什么呢？那今天呢，我就跟你们聊一点女生说不出口的秘密，就是越好色的女人呢，越喜欢闻男人身上的味道，特别是脖子。或许结了婚的男人会特别有同感，他们呢特别喜欢把脸埋在男人的脖子上吸，因为会有一种被男生包裹住的感觉，而脑子里想的全是一些不能播的事情。尤其是当你们很久没有见面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呢就是扑到你的怀里，左闻右蹭的，就好像要把这几天缺失的全补回来一样。其实啊，男人身上的这种味道呢，就是男士的荷尔蒙的味道了。而且呢，这种味道呀，对女生来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安全感。你要知道，女生嘛是嗅觉动物，她们的味道是非常敏感的。像有些男生呢，经常出汗，身上呢是一股汗酸味，女人闻了就会很烦躁。而那些高段位的男人呢，在见女人的时候，都会往身上喷一喷香水，是那种很自然的香味。如果你们不会选呢，那我就推荐你们试试这一款香水了。它是由法国香料大师倾情打造，是女人特别喜欢的木质香，闻上去呢，让人觉得你是成熟稳重，既高级呢又有品味。关键呢，它会随着你的体温升高，慢慢的转变成温柔的花果香。当你和它距离靠近的时候，香味慢慢的营造出暧昧的氛围，酥酥麻麻，哪个女人能忍不住心动呢？男人们不要再犹豫了，赶紧去试试吧。